能不能听见啊？姐，姐。元宝，元宝，师父，快起来，没事吧？这是在哪里啊？这里好美啊！我倒觉得这个地方古怪得很。奇景多之险峰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没事吧？好着呢，这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？元宝，姐，元宝，姐，元宝，元宝，姐，你有完没完？你烦死了！你一直喊喊，我耳朵都要听见了。你以为我想听你喊啊？你跟我贴那么近，你口鼻膏药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是你要跟着我进来的，你是什么？你跟屁虫啊！行，就当我是自作多情行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就此分道扬镳。段小姐，您这儿请，恕不远送啊。花是谁？超越公子，超越！超越公子，师父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吧。看什么？师傅，你的伤如何了？无碍。以前吧，总觉得你这个人冷冰冰的，不通情达理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好像也并非如此。这算夸奖？勉强算是吧。我曲元宝可从来不随便夸人的。长月公子，你伤得不轻，这个给你，这是我们门派最好的创伤药，涂上后立马就见效了。谢谢。人家姑娘给你的，给我干嘛？我的伤不严重。我的伤也不严重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
你这个人冷冰冰的，不通情形吧？他既送了我，便是我的，为何不能给你？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？ 姑娘送给你的东西都是有深意的，你不收便罢，但如果收了呢，你便不可给旁人，更不能送给别的姑娘，懂吗？哦，那我懂了。真懂？嗯。哎，干嘛去？这家伙突然就开窍了。 苏大小姐，这个腰包还给你。为何？我之所以收下，也是想把它给元宝。但元宝说，姑娘送的东西不可以乱收，更不可以乱送。你们故意让我难堪是不是？不是，苏大小姐，不是，你别误会。苏大小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怪你，我迟早被你害死的。你怎么了，师傅？气死了！这个奇缘宝，简直欺人太甚。 干嘛？平地摔啊！你怎么老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？我好像被蛇咬了。啊，哪里？哪里？玄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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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等等等等！嘿！啊！哦！此蛇也就剧毒无比吧。 只能让我先看看伤喽。如果不及时把毒给逼出来的话，你可能会没命。我腿麻了，我头晕。哎哎哎哎哎！你好了吗？嗯。哎，醒醒醒醒！慢点。 你应该是中了那食人花的毒，我帮你看看吧。那什么东西啊，好漂亮，借我看一下嘛。算了，真小气，我不过是看到好看想多看几眼嘛。那我还是先看你的伤吧。哎呀！ 你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干嘛？我都没说什么呢。还有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不过是想帮你把毒血吸出来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嗯。